讲的是，就是要如何发心邪戒。我们受了戒，就是要如何发心学习戒律，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那第一个问题就讲，从传戒来看佛教，因为我在福建那边呢，参加传戒已经有7次，这一次到贵禅住这边来啊，也是第8次。那么这传戒上看这个整个佛教啊，
很不乐观的一个事情。现在女众大姐们呐、学习率的，甚至比比丘们还要多。比丘们学历现在在国内啊是不多了，老一辈真正知道戒律的相继的露面，年轻的一代呢真正发心学历的人呢不是很多。比如这次传戒啊，就是我们那边有两位同学过来这边协助，否则的话我看这个戒也不知道传的是什么个样子啊。就是说差一点你们的女众二部生加法就会加不成，砸锅了。怎么讲呢，就那个比丘尼加法那个结摩文呢，通常一般的老法师们都不同意念那个比丘尼和尚你们尼和尚的名字，他们一般是理解不了。那为这个问题啊，我们一直争执了很长时间啊。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呢，把藏经拿出来，你并不是说我们要站在你们大姐们的一边站你们讲话，我们是依法不依人。教法里面怎么规定，佛陀什么制定，我们应该怎么去行，反正这种思想。但是他们老法师呢还是无法坚持。据说今年贵州那边传法受二部生加法的处置，就念的比丘结摩那个文，没有念比丘尼结摩文，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那么所谓的二部生传法呢就叫做不入法啊。那么很庆幸这次你们能够这样做啊。后来因为还有一些这个文上不妥之处啊，后来也只好这个我来念啊。本来我是教授，教授男众跟女众加法的时候教授是没什么事情啊，为了成就你们这个如法一点，只能这样做。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学历的人太少了啊。你们从你们学的同时呢还要成就大僧比丘来学习，如果比丘不学习的话，你们一个受戒没有办法受，你们的受戒佛陀制定八经法当中制定，比丘尼受戒啊必须要到比丘那里去加法受法，那么比丘不给你们受的话，那么你这个戒法就不能成立，不能成为比丘尼，只能作为本法尼或者是叉尼，就卡在那了。所以很重要，所以还要支持啊、这个鼓励啊比丘们来学才有办法的。现在为数已经不多啊，几乎到处传戒都是为了这一些事情在那里争执啊，还有诸多的不太理想的事情很多啊，说明这些佛教现况这个传戒上啊都不能够真正的按照律部里面要求的那样，这是一点要认识到哦。事关重大，佛教的存亡就看戒律是否存在啊。律说毗尼住世是佛法绍命，毗尼不住世那佛法就夭折了，就这么一个道理。即使说末法还有一万年，那就很快早入末法，也没有戒律的存在了、就相似的比丘比丘尼大家都是不如法的啊，这一点我们要看得很清楚。那么还有一些不懂的人就是说，这么多人受戒，三个人一堂三个人一堂，很累很辛苦啊，干脆就是说六个九个人一起散就算了，反正那么念嘛。按照戒律说三个人已经是开不是智，一个人那是智，三个人是开许，佛开许的，超过四个
就超过三个四个人的话，那就叫做挥法，挥法不得戒。你看看还有其他的很多人，就是九个十二个二十八个全部像赶鸭子赶上去了，那叫什么受戒啊？不行的啊！为什么超过三个不可以呢？三个以四个人成身，身不以身作法，那就是挥法别众，挥法结魔不成。这一个大家要共同认识。那么这第二个呢，从佛教的现况看佛法，佛教的现况。出家人虽然不少了，每个寺庙住的不少人，不知道他所为何事，他干一些什么事情啊？请大家打一杯水好吗？就出家人呐，一天到晚忙碌，忙碌于什么呢？忙碌于钱，或者忙碌于金灿。寺庙呢已经变成一种商业化、商品化、交易化，出家人忙于这些是很不乐观的事情了。既然出家所为的是修道佛法度众生，我们嘴巴讲的时候怎样子度众生度众生呢、啊、你怎么去度众生呢、啊、你搞一些买卖就度众生了、啊，众生的眼目你有没有办法去指示他呢？这是很要紧的、不能只看眼前的一点利益啊，开什么素食馆啊，什么服务事业啦、似乎很忙碌，出家人也整天很忙，如果为了修行很忙就对了，为了赚钱忙那就错了。我们换下一切来修道，如果只是为了金钱在那里忙碌，那是错了。那么目前佛教这种现况呢已经十分严重，所到之处庙里打不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形，对吧？那么佛教的本来的精神呢是干什么的呢？佛之所以出现在世间是度众生，出三界，脱离生死的痛苦，这是佛之所以出世的本分啊，不是出世叫我们去做种种服务事业的，那就不对了。这一些事情我们先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好了，我们再回归来如何邪戒。我为什么要邪戒？我们前面讲过，戒是佛法的寿命，戒是庄严佛法的闯向啊，由戒才能够庄严佛法，没有戒佛法就不庄严，出家人就很烂啊，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如果大家要去学，你不学的话那就很烂了，将来会更多的挥法的事情都会产生了。怎么产生呢？比如说我据说了哈，我像这次我们过来这边了解的很多女众啊，都拜男众为师，这个已经是很严重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有人说那反正是过去人也很多这样做呀，甚至现在一些老法师也这样认为，就现在很多人就这么做嘛，那是挥法的嘛，不能说很多人这样做那都可以做，那是不对的，这是挥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呢，所谓拜师是依他而学，师徒之间的关系啊亲密无间，日三时进师父的房间请教戒，打扫卫生，做一切服务的事情。那么师呢，三时不舍一切来教导弟子，它是这种关系。男众叫做父子关系，女众叫做母女关系，是这么一种互相建立的。从戒律上的规定呢，比丘尼到比丘僧的寺庙去，不能直接进去的，要站在门口的，而且要两个人去
葬在门口，是这样的。那么比丘里面呢，派出两个人来接应，说什么事情不能够直接到师父的房间去了，那这个犯戒的啊。那么师徒关系这样做怎么成立呢？对不对？那么比丘也不能直接跟比丘尼起比说法讲话的，要请的，要请才能去说啊，是这么一种关系。比丘尼不能直接到比丘那里相互接触，所以说你们这种师徒根本就不能成立啊！你说你拜男众为师，那是错误的，佛不许的。就是说我们不学戒律，大家以后慢慢的蔓延成这种情形，这样呢会坏道，会坏掉这种防恨修行啊。男女之间的相处，大家都是凡夫哦，时间长的就互相会相染，过去的无明习气的种子会相染，这样无法修行，坏了我们的道业。这个这样的事情我不能讲得太细了，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啊。如果这一方面不提的话，将来呀会更加蔓延。比丘啊，只能度沙弥，比丘尼度沙弥尼，这样来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结魔法呀，比丘尼的结魔法必须的只称本法尼尼众尼和尚，依尼和尚而学的。那么像希望有心的大姐们呢，要记住这一点呢、啊。你有心的要记住这一点，如果将来哪个地方传戒讲这问题，你们可以解释那个结魔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念男生的和尚的名字呢？那就是因为受戒学的就是跟戒和尚学，跟戒和尚学习。那么戒和尚学习，我们前面讲过，你男女之间那么一种比丘跟比丘尼那种关系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只能依本部的尼和尚学习，跟尼和尚学习。所以说你直接去啊，跟比丘和尚不能亲近。所以和尚是什么？和尚解释为立身，就我们的道力依和尚而升起，或者叫依学，依此人而学习佛法，是这么一种关系啊。就只能依本部而学习，不能依比丘这个和尚而学习，就是说它里面是成。那么比丘尼所有的一些做法，大的一些形式做法，要通过比丘，这是佛陀制定。比如说安居，安居比丘在有比丘的地方安居，就是佛陀制定。第二个呢，受戒要通过大乘比丘，所以说他得戒是从身得戒，而不能称哪一个和尚的名字。所以说某甲从某这个尼和尚，某甲求受大戒的某人今从大乘去受大戒，他是这样从身而得的。所以比丘尼到比丘那里去，最后加好的时候只请结魔师，其他师没有请，请结魔师给做结魔的，这样来的。这些关系等将来学的大家都会知道了，不学这样讲恐怕也是很难接受，很难理解啊。那么佛为什么这样制定，佛为什么自戒呢？所以我们受戒是受的戒体而手持戒法而来的。为什么制定戒律是使僧团的清净发展清白和合而住，和所以佛陀制定戒律。所以制定戒律有十种功德，有十种功德。第一个呢，摄取以僧僧团里面有这样的规矩条约，所谓的就是戒律，
有这个戒律，大家好安住啊，就能够摄取一生。当时的僧团最早的成立就有五个人，后来发展了几万人，这样的。那么因为有戒，然后就能够摄取一生。第二个呢，令生欢喜，大家有这么一个戒可持，可以解脱，一戒可以得解脱，所以大家很欢喜。第三个呢，令生安乐，安乐他能够得到解脱呀，啊，依此安住，大家信心欢喜，非常的快活。第四个呢是令未信者信，还没有信仰的人看到佛法如此庄严清净，就要能够产生信心。所以过去的马圣比丘找着街上去如此威仪，他度化了舍利弗摩犍连，这么庄严，也就令未信的能够产生信心。我们现在出家人呢，就像《华灭经》经里面讲的，世俗人见到我们的僧人呢，视如粪土，像粪土一样，很讨厌，很不喜欢看见我们。那说明我们做的不够啊，做的不对，无法令未信者信，这是我们没有做好。那真正做好清净持戒，依戒而住，那就能够令未信者相信。那么已信的呢，能够增长。住在僧团，很多人要出家，出家了以后啊，看到僧团很烂，他就退心了。本来学佛是学习佛法的教理，教义向佛而学，而不是学人，本来是这样。那么有一些人看到佛教里面很烂了，所以他就退失信心了，无法使信心增长。这是因为僧团的现况的缘故。啊，说能够依戒而安住，那就能够令已信的呢增长。第六个呢，能让呢，难调者调，也就是难调者得到调伏。难调的比丘，也就是说现在讲的刁二郎当的比丘啊，或者比丘尼啊，以戒力来治他。若得你有犯，那个僧团里面共同举他，说他的过错，那就叫难调者，那么调伏，以戒力来衡量。你不对的话，那就不可以。你比如说过去佛陀是在也就戒律里面所制定的，你这个人要烧徒弟的话，那要通过僧团呢，先要白僧，这个人要先起，然后白僧，某人要戏沙弥，要剃度沙弥。那么怎么样呢？通过僧团，僧团许可说衡量一下可以了，他戒纳也够了，啊，可以教授别人了。按照四分律里面规定呢，最简单的要三个条件，才能够烧徒弟。第一个是要年岁要满，比丘尼要满十二腊，就受戒以后安通过先安居十二腊，这个资格才能够。烧徒弟，比丘要十腊，而且比丘要求知道两部律，比丘律、比丘尼律，比丘尼只是一部律，比丘尼的律要懂的，还要呢知法勤教授，不但懂得戒律啊，其他的佛法也要懂得，能够教戒后学，这样呢才能够烧徒弟。是这样的，不是说你想收徒弟就收徒弟，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就理发师一样的，想剃就一剃，剃一大半呢，高兴，凭高兴，想剃就剃，是吧？一剃就一大堆人，啊，徒弟子、徒弟孙呢围绕着一大群，是吧？那么刚刚，也就是刚刚剃头，他那个头皮还花紫吧，还蓝蓝的，他就开始已经跟别人剃头了，就这么快。就这样佛法怎么会不烂呢？我讲了，你自己还没有正在吃奶，哪有奶给别人吃？就你正是自己在这学习佛法，哪有什么佛法去教导你的弟子啊？那这样怎么样呢？以忙以慢啊，
就自己纷纷引人招招，最终佛法就烂了。你自己要懂这些道理，你才能够教导后学嘛。如果非法的话，僧团就严重的自罚，就难调则调啊。说如果是无子比丘，律里面讲无子比丘终身依止啊。无知，你自己生产里面的简单的结膜你也做不来，你就送进来一些仪式，你做不来的话，做不来是终身依止，依止一个和尚，你跟他学所有的一切事情，听从和尚的安排，你绝对就没有烧徒弟的资格。现在啊，大家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啊，在家里面可以当奶奶，出家了嘛可以当师公，对不对？徒弟一烧底下就一大群了，他照样过着这么一种眷属的生活。他岁数很大呀，很老出家，头一剃谁知道他是老尼姑还是小尼姑，是不是啊？像我们出家二十几年，人家还叫我们小和尚。那些老和尚刚刚出家头一剃的，戒一受，大褂一穿，一出来人家都拜他了，是不是？那老和尚呢？哎，就是这种情形。佛教是讲资格的，不是不平等，这是最为平等的，讲资格。你有这个资格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办理僧团的事情，是吧？那么这里就告诉诸位啊，这个岁数大的老大姐们呢、啊、不要回去急着啊，收完戒回去急着就要回去烧徒弟啊，也不要去做什么当家，不要跟人家去抢当家饭，这是你做不了的事情，你领导不了佛教，你自己啥也不懂，对不对？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叫你念，你要打到身体你就念不来，各生法名他也念各生法名，弟子某某他也念弟子某某，你说你这种情形怎么去当师傅？你怎么教人家？你教人家也用世俗那一套啊！我什么时间生日了？你们来给我做生日，你就会搞这一套，是不是？你什么都不懂啊！活不到圣诞了，你们要烧香了，烧香保佑你们全家人平安了。如果他烧了半天家里不平安，那怎么办？对不对？差不多就不懂这些道理。所以不要急着去烧徒弟，去修庙，去当家，要好好的学习。岁数大了，要老实的去念佛，能不能做到？能。哦，嘴巴讲能呢、啊，你们都年轻的讲能，老的都没讲呢，是不是？他们还想干呢。哦，记住哈，一定要记住，不能做的事情，我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情，不要去做。啊，第七个叫惭愧者得安乐，惭愧者安，就是有犯戒的人，他就感到很惭愧啊，惭愧僧团里面给他忏悔，他有忏悔法，犯戒忏悔，忏悔得安乐，大家不要怕犯戒。我们是凡夫众生，持戒要持得滴水不漏，那很难的。尤其我们现在的这种时代环境国土啊不同，我们要持到很精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要深深的惭愧啊，深深的惭愧。我和比丘尼有那么两谈哈、啊。在登坛的时候啊，就显出那一种在家人那个俗气那个样子。他们三个人站，因为比丘那个戒坛比较小啊，他有一个先站在前面，他这样甩他一下，他一说你怎么站在我前面呢？这是一个啦，第二个也是这样，因为他长距的问题，可能手把他弄了一下子，他就很不高兴，就甩他一下。我想这是登坛呢，多么殊胜的事情，对不对？一生当中恐怕只有一次，比丘尼只有一次啊，
对不对？你们现在有一些说过去说的不如法啦，所谓的加法啦，本来只有那么一次，终身只有一次。而且说你来受戒是来忏悔的嘛，你哪有忏悔啊？是不是？要惭愧自己啊，呀，我怎么这么大岁数才来受戒，才来登坛？你的内心惭愧的来不及呀、啊，是不是？有几个他真的是很惭愧啊，那真是感激，那种很感动，哭了，就是觉得啊很难过。那这种心情可以理解。那有一些人善心，他刁难般那个样子，你一点惭愧心都没有，对吧？比如说戒律里面呢、啊，最重要的讲的就让我们要惭愧，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要深深的惭愧，我们老年出家了要深深的惭愧自己啊。我以前没有闻到佛法去建立家庭，后来才闻到佛法，今天才有机会出家，你还那么懒懒散散的在佛教里面度日，那就没有意思了，要惭愧，是吧？那年轻的也是一样的，年轻难道说不要惭愧？要惭愧。为什么我们很多戒律做不到？现在真正的所谓善知识我们也闻不到意不到，而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惭愧，做不到戒律要惭愧，这是一方面。那我们换了戒以后要去忏悔。现在你们你众忏悔呀、啊，二篇罪的忏悔呀、啊，实在是很难呐、啊。你们二比丘尼二篇罪有几条？17条。哎，比比丘多出4条，比丘是3条，你们是7条。你要忏悔这17条罪呀、啊，就不是说全部犯了，乃是换了一条，就要多少个身出罪？40个人出罪呀、啊，比丘20个，比丘尼20个人，这样的如法忏悔，现在已经是国内还没有了，看到没有？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不学戒，他根本就没门了。比丘这样叫他去做，他也做不了，怎么做也不知道啊。嗯，比丘尼有些不学的也不懂，你要找到这样的240个人出罪，难的事情啊，现在已经没有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守戒律，大家受戒啊，紧赶慢赶的要去受戒，受完戒有没有想到我要学戒，我要持戒呢？来报名的抢着要来，哭哭啼啼跪跪拜拜要受戒，受完干嘛啊？我袈裟可以搭起来了，我可以走前面了，大概是这么一种想法，是不是？闹活的时候我走前面啊，上殿我可以站前面，然后接下来就要烧徒弟做当家，是这种想法。如果说你受戒不持戒不守戒，罪更重啊。所以说大家要身怀惭愧，这样的不惭愧那就糟糕了。好，第八呢是断现在有漏，断现在有漏，所谓有漏就是烦恼啊，惑业，它是现在的惑业。持戒的目的呢是断种种习气毛病业障，把它止住，现在不要去做，现在不做未来就没有种种业报了。不要以为持戒很麻烦呐、啊，很啰嗦呀，这是佛陀所制定的，是如此，是调伏我们，调伏我们啊！因为不要说持戒很不公平呐、啊，我们你们比丘是这样的、啊，我们比丘尼为什么要这样戒又特别多啦，340吧，你们才250，所以觉得很不公平。那我们很多做法要请示你们比丘，我们现在不是先新社会提倡人生平等吗？公民是平等，从现在国法来说是这样。那佛教讲佛性是平等，大家修行同时了生死可以成佛道，这是完全平等。同样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同样现同时生，是平等，没有错。从现况我们的烦恼习气生理现象心理现象绝对是不平等的，
对不对？第一个，比如说，你们，你总是爱哭，是吧？弄不动他就哭，以哭呢，来说明问题，依赖性比较强，这就是本身呢你中的弱点。记住，佛如此制定，啊，制定这样是更好的保护我们，来调柔我们，是断现在有漏。第几漏是断未来有漏，是断当来有漏。现在能够这样持戒，所以经里面也讲了，现在苦是未来乐的因，但不是个苦，要苦的正当，苦的正确。你们说我不睡觉啊，不吃饭呐，应该饿死了，那也是没有用的。我讲一切众生以饮食而住，该怎么做怎么做了。这个，所以你现在去修行去实践，这将来就没有种种果报了。断啊，未来有漏。那么最根本的是第十点，讲令正法久住，制定戒律使正法能够得到久住，佛法这种传向始终存在。所谓正法，就是有佛法在，有人去修行，有人去正道，这就叫做正法。如果只有教法的存在而没有人去修行，那就已经是相法末法。我们现在真正修行的人很少，乃至讲修行的人也少。如果有人讲修行，人家讲佛教里面的政治话，不爱听。真正有人修行，佛法才有生命力，才有影响力，这样才能够使正法久住。这是佛陀自戒律的十个功德。那下面第二个要讲戒律衰的原因，戒律为什么会这样衰落呢？什么原因呢？佛教传入中国已经2000年了，2000年的历史长河，随着国土的起落演变，佛教也产生重大的变化和变革。无论它尤其在这个形式上都产生重大的变化，教理依然是如此，没有人去研究，没有人去弘扬，本来的那个佛教的精神呢已经失去了，只是看得用相似佛教的存在，以错误的东西为正道，上一次我来讲的也是以歪理为正理，这样呢使后人接着说佛法只是如此而已。比如说做做经忏啊，念念经啊，拜拜忏啊，换换咽口啦，烧烧香啊，人们世俗人也认为说你佛教无非就只是这些，他真正实质的内行是什么呢？他要把这教理弘扬出来，依此理而去修行。所修的就是我们现身这些人去修行，现身这人得到理，佛教是这样的。现在这些事情没有啊，你说戒律衰的原因，第一个是外缘，外缘，外缘也就是客观条件，客观条件，一个是去佛时遥，去离佛的时间很远，人根漏裂，这一点我们不得不相信。我们现在的人呢，怎么漏裂呢？为道的很少啊，我们的现在人心急躁，不愿意修行，怕吃苦，这是人根漏裂啊。风俗差特，现在随着风俗习惯变，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很多民俗啊掺到佛教里面去啊，神鬼佛都混在一起啊，搞不清楚啊。行有不便，我们真正要提倡真正的一些教义教理啊比较难的。再一个呢，戒海深广，戒很深，戒是一丈啊，三丈当中律丈是一丈，这么深，这么难学，又很超像佛教里面的这个戒律里面的一些做法上非常超像，甚至我们都没听过没见过一些做法，不管如何做不知道，那就很深广了
我们常常会怎么样，望洋兴叹，哇，这么多怎么看，哪些戒律三大部那么多，很难呢。甚至说现在很少有比丘尼能够把那个比丘尼那个比丘尼抄啊能够看一看就不错了。那么里面的一些文字也很难懂啊，不好看啊，不好懂，对不对？写啊写不了了。那么这种相承已经很早就失去了，师承关系已经不传啊。从南山到先立祖，我们到现在真正能够弘扬律的不多啊。到民国时间有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往后啊，那么也虽然有一些号要戒律的，真正能够把这个戒律重振起来呀、很少很少。那么讲说无人，真的要懂得戒律，讲其他的教理的人的法师啊还不少，真的讲律的人呢太少太少了。啊，你有比丘尼多出几个像这个通眼尼师那样啊，就恐怕就能够振兴起来了。因为比丘现在实在是很少人了、比丘安居节下的人呢也极少极少，所以说这是无人啊。所以说这样学起来呢就很不得力，很不得力。有些道理没地方问呢、这样做怎么到底对不对呀、戒律很多东西啊，你真正去做起来才知道里面发现很多问题很多做法。你就过去很多比丘尼安居找请一个比丘做医子，这个事情已经相延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通过这个律藏的研究啊，这是不对的。比丘安居是依比丘啊，比丘尼安居是依比丘僧团的，依比丘的，不是请一个人做医子，那是不对的。请教戒也是请僧团当中的比丘来教戒，僧团请你请哪个僧团，那么僧团派遣哪个比丘作为教戒，而不是请哪一个人。就这些问题学了以后才懂，就这些问题呀、没有深入去学就比较难了，这是客观的条件。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知见不正，很多人知见不正。所谓知见不正怎么讲呢轻视戒律。有一些人说自己好像也是比丘或者是比丘尼乱来，他觉得无所谓。如果是有一个人说他提倡学戒律，说哈、你这个你犯戒了，你犯戒了，然后他自己不犯戒的样子，他说我不学戒律反正也无所谓犯戒不犯戒，所以你们持戒律啊，所以说你们犯戒，这种说法正确不正确啊？学戒律的人才是犯戒，不学戒律的人无所谓犯戒，有这种说法的。戒律人人都是平等的，同样受戒，所以我们戒条里面就共戒同戒不舍戒啊，共戒同戒，同时这样的受戒啊，同时这样的戒律都是一样的，比丘的这种身份是完全一样的，你不持戒啊，那个过错也是一样的，不能说轻视人家学戒。那未肯真学，没有肯真正发心要学的人，有的很好要的学，学了两天他说哎呀这戒律太难了，不好学不好做，这样一换戒那又一换戒，几乎都不能动，对不对？戒律里面讲的是到山上砍一个树也不行，拔个草也不行挖个地也都不行，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哎呦我学不了，他干脆就不学了，不肯真正来学他说不学我不知道，反正也无所谓没关系，我知道了好像觉得碍手碍手很难，也没有肯真学的。学以持不容易啊，学持不易，学了以后你要这样去做呀，那就很难，因为这样的因难所以而舍不学了。再一个呢，时代的变迁，时代变迁呢所以不学也怕去行这个行持戒律。怎么讲时代变迁，从佛陀自戒已经发展到我们现在这种情形，所以你真的学戒的人你不会去死啃那个戒条，
它有一定的灵活性。我们通常讲的开遮持幻，借有一定的这个情形之下才算幻啊。那么呢，哪一些缘缘不具足，这个就算这个换幻变罪了，不是换根本罪了。还有一些情况之下可以开的，戒律都有如此的灵活性，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那从整体上呢，国土发生了变化啊，时代发生了变化。为什么这样讲？佛教在印度啊，比丘比丘尼们必须要起托钵乞食的，不能自己起火，自己不能拥有很多饮食堆放在那里，不可以的啊。如果有这样的话，它有很多戒条就产生起来。那传到中国来，佛教啊是从西汉的时候由国王请进来的。你叫东汉，东汉明帝啊，他是举行很隆重的仪式去请到宫廷来。啊，所以说那个寺庙啊，最早的寺庙，佛教你从经典里面看不到寺那几个字。啊，中国这些著作以后才有寺，以前叫伽蓝或者叫院，啊，这是寺庙的起源。那佛教刚刚到东土来啊，是放在朝廷里面一个接待外国人的一个宾馆的地方。我宾馆就是现在过去叫做寺，啊，最早在这个洛阳呢，就在鸿胪寺，鸿胪寺相当现在的国宾馆。接待外国的宾客，以前外交很少，不像现在这么多人呢。那个寺就接待外宾用。后来因为觉得佛教放在宫廷里面呢不行，要另外建造一个宾馆，就是白马寺。那个白马寺就仿照当时宫廷里面那种建筑而来，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寺庙也是一种建筑啊。这个中间的中轴线是殿坛。啊，两边是相反，是相反，是这样来的。你说佛教是请进来，请进来不可能让你走上街头去托钵要饭了，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是不允许的。啊，慢慢相沿承袭，也就没有人走上街上去托钵了，就整个托钵乞食这种制度在中国会行。现在这个乞食法已经行不通。行不通，我们换届的机会啊就更多了。这是时代国土的不同，这样怎么办呢？只能按照佛的五分律里面一法讲，随方毗尼。随方毗尼就是说，根据国土地方不同啊，佛里面讲的说，我所制定的戒律，他王国土以为行不通的话，这不行；我所未制的戒律，没有制定的，他王国土以为不好的，啊，对僧团不利的。不得不持。你比如吸烟本来是戒律里面没有的，如果出家人叼个烟袋是不好看不庄严，所以制定，就是这么一种道理。所以这个国土时代的变迁不同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叫狂常任性，以放为高，说我是修禅的啊，禅不离文字啊，这个见性成佛啊，这种狂妄任性不去学习，哦，那是这样呢。以范为高，自己换了以为无所谓，哎呀，多不了第一啊，就一切法都空的，他讲这个道理，掩盖自己的一些行为。那么再来呢，切正法眼，众说纷纭，那到底哪一家说的对，都不知道。所以比如说这次传戒，我们说这种礼众传戒的这个结摩文应该是根据律藏里面所讲的。那有一些人就说了，也是大德们讲的，说他说某个地方传戒都没有这样做法，他说某个地方传戒都不是这种做法，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你比如说这个戒禅啊，这个戒台搭的这个戒，我们他通常讲戒台戒或者叫戒禅，前面必须是开处，要开的，
让呢未受戒的人呢，你铭文呢，《三堂正话》里面也有铭文呢，理未受戒者，眼见而不闻处，就眼睛能够看得见这上面实施的做法，但是听不见上面里面做结膜是什么。如果是你用不围得紧紧的话，那严重是不符合律里面所要求的，你要围必须中间要有开处才可以啊。就现在很多人就围着，我们说那围着不对的，不合法。他说历来传戒都是这么不围着，怎么不对啊？就叫相言成习啊，隐瞒一错，一直错下去了。我们说不对，要改过来，说是不能改，那是老祖宗定下来，不是哪个老祖宗定下来也不知道啊。所谓真在老祖宗，老佛爷是我们老祖宗，老佛爷没有这样定，所以没有人去研究的。所以呢是以患为高，好说哪个地方也都没有这样做。嗯，我们说就是你用假法不能念这个字。他说那贵州弘福寺他们传戒也是这样念的，怎么不对？我说那不是，他不是标准啊。哎，就是这个我们都可以看见天主教的一些状况，叫做切正法眼众说欢迎啊。那么这个外缘呢，还有一个就教团的分歧，教团的分歧，就是现在呢，力养婚后而引人堕落。过去人讲的保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你看过去为什么弄出那么多祖师啊、高人呢？他们那种生活极其简朴，佛陀时代比丘尼们就是几件袈裟，钵啊什么，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现在的东西多得很呐，大箱小箱一大堆。哦，曾经有一个比丘尼啊，我遇到一个比丘尼，他的衣服就有30多套。你们以后有没有30多套？他每一次换衣服啊，就要在那里挑拣半天，我要穿哪一件好呢？反正就挑挑拣拣，这怎么会去入道，怎么去修行呢？可是就两件衣服，我这件洗了就穿那件，你根本就不要考虑就换那个嘛，对不对？就很简单的事情，你衣服太多的话，你要收藏啊，要保管啊，你换的时候总是要去考虑啊，这样是无法修行啊，就会攀比力量太丰厚了。现在从整个历史情况看啊，从就是南北朝的时候，出家人的力量已经相当丰厚，我认为还不及现在。那个时候出家人还没有我们现在这么自由，现在真是云游天下。过去云游天下起码都坐车坐船不方便的，现在方便得很了，一出门口就有车，过去没有这么方便，以前也就真正那个车也就牛车马车了，也帝王啊高官贵人才坐一坐，以前说中了状元的什么骑马回来，那就是很官财了啊，骑马回来。那现在车多得很啊，出家人本身拥有一大堆的车，出门有钱也用车，出家人现在也有钱，干一场经餐那就几十块几百块，所以跑海外一看可以赚了一大把，对不对？力量非常的很好。据说我们南岳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出家人一年哎，某些出家人一年可以赚好几万。我想一个中央干部也没有赚那么多钱呢、啊。你这么力啊这么丰厚的话，他有心去学习借力啊，在那里啃个啃，借力一学说不能拿钱，完了，对不对？拿钱换过呀、啊，灰佛弟子，那他怎么去敢学啊？不能学了吧？他不甘这种寂寞啊，是力养婚后引人堕落。那么这样呢，再一个呢，恶人横行，非法的比丘横行，你真的要提倡什么事情恐怕就要赶出去。经里面也讲末法乃至罗汉都被打骂，真正的罗汉呢都要被打被骂。所以说现在罗汉真的修道的人早就入山修行了，意不到
啊，这样的恶人狠心。那再来呢，非法从事相言成习，非法的事情太多太多，这样你会扰乱我们初学人的眼目，到底应该怎么做？你说要修行吗？很多老法师也没有去修行啊，要修行很多老法师也没有修出来个知所阴谋啊，对不对？他没修个什么东西出来，你叫我修我怎么修啊？你关在房间我也关不住，到念佛堂老和尚也没有去啊，当家寺也都没上念佛堂，信禅堂他们也都没有去，所以说我也不想修，是这么一种情形啊，相言成习啊，乃至呢滥传戒法自欺欺人的事情，那就举不胜举了，这样事情很多。您差不多实际是不是时间到了？几点上供啊？到时间了吧？啊？这时间不能影响大家做习事，好，好不好？有缘你们再说好了哈。那么今天一个是讲的学戒律的一些东西，我们前面讲过，佛教这种情况。不好的事情我们要看到，然后如何发展发扬好的一面，所以要去努力。再一个呢，是自戒律目的是干什么？我们受戒要邪戒，邪戒那么自戒律的原因是什么？那么现在戒律衰微的这些原因啊什么，我们都要看到。我们暂时谈到这里吧，如果有时间再说好吧。啊，有时间再讲吧，没有时间就整体时间。啊，那么今天讲就讲到这里，好不好？阿弥陀佛。